别想要什么金钱，你自己去买吧你。不要。你要什么就自己去买，你不要让我给你惊喜。哪有人可以不要惊喜了？啊好，我以后要惊喜好不好？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就不会一直想去看别人的视频，羡慕别人，还有老是艾特我，我都知道你就是想要惊喜。好，我想要惊喜，我下次不破坏你的惊喜好不好，宝宝？你不要惊喜，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回忆了。Okay. 不要惊喜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想分手。不想分手，我从来都不会想跟宝贝分手。那时候我买给你买个四百多块钱，你骂我一晚上，归头来说还不是我的工资啊。但是我不想你花掉你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啊。那我花我自己的钱关你什么事？但是我不想你花钱啊。不管我自己就要花，我不要你管。啊，不管不管，以后还花好不好？下次不说你了，下次你给我惊喜我就好。你再说我一次你是狗。好好好好。不说，我错了，宝贝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应该接受你的惊喜，接受你给的浪漫，好不好？从前从